一九四五年三月底，纳粹德国已经行将就木，国内到处一片混乱。德国巴伐利亚山区的一条路上，一场撤退正在进行。这支撤退的队伍中有佩内明德导弹试验基地全体技术专家、智囊团，大量的技术报告、设计图、专利品。 蓝图和工程图纸，以及一些关键设备和零部件，他们是德意志帝国最后的精华，因为他们曾经制造过一种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武器 ——V 二弹道导弹。为什么要撤退呢？因为苏军的攻势已经越来越逼近佩内明德了。基地技术部主任冯布劳恩深知，因为德国和苏联的血海深仇，这里一旦被苏军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冯布劳恩说服了基地的大部分人，开始向德国内陆撤离。撤离的一路非常艰辛，天上有美国飞机轰炸，地上有遍地的弹坑。冯布劳恩还遭遇了一次车祸，摔断了一条胳膊。等走到加米斯镇附近，终于不用走了，因为希特勒自杀了，那仗也没必要打下去了。向谁投降？对冯布劳恩来说，显然不能向苏联人投降。 因为苏德的仇太深了，苏联人一定会残酷报复，也不能向英国人投降，因为自己造的 V 二导弹袭,袭击伦敦，炸死了不少平民，英国人也会报复。看来看去，别无选择，只能向美国人投降了。于是，冯布劳恩让他的弟弟马格努斯骑着自行车下山去找美军接洽。这一天是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 没人会想到，这个日子会改变万里之外一个大国的历史。马格努斯跌跌撞撞闯到了山下的美军第四十四步兵师营区。一开始，美军并没有对这个德国人给予足够重视，只是想把他关进战俘营。就在这紧急时刻，马格努斯的大喊大叫引起了一名路过的美军上校的注意。“我的名字是马格努斯·冯·布劳恩，我的大哥发明了威尔导弹，我们想向你们投降。” 这名美军上校看起来很奇怪，不是金发碧眼，却是黑头发黄皮肤。美军中亚裔士兵不在少数，但混到上校这个级别的还真不多。马格努斯没有想到，这个美军上校大有来头，他就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科学顾问团成员，中国吴越王钱镠三十三代孙钱学森。钱学森祖籍浙江杭州，一九一一年生人，比冯布劳恩还大一岁。 曾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一九三四年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并很快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崭露头角，还加入了火箭俱乐部，成为五个创始人之一。火箭俱乐部是一个科学疯子的组合，他们在宿舍里捣鼓了一个实验，配比火箭燃料。同学们给了他们一个外号 “Seven Site Squad”。实验挺成功，成功的把宿舍的墙炸出一个大洞。 学校十分感动，然后把他们赶出了校门。当然，学校看出了几个疯子的潜力，在校外河滩上给他们找了一块空地作为实验基地，专心研究他们的火箭。这个故事被写进了电影《火星救援》中。一九三八年五月，实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研制的火箭发动机转了整整一分钟。这不仅引起加州理工大学师生的围观，而且被美联社记者报道，成为举国皆知的重大新闻。之后。 美国军方也注意到火箭研究小组卓有成效的工作，把研究军用火箭的项目交给了他们。小组经过讨论认为，既然已经算是有了编制，那么就应该有个正式的名字。于是他们改名喷气推进实验室。当时的钱学森可能还想不到，他创立的这个小组日后会成为美国航天局 NASA 核心中的核心——喷气推进实验室，简称 g p l g p l 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研发美国的火箭。 研发组长就是钱学森，因为在当时，德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 V 二导弹，把英国炸了个千疮百孔，也将人类带入了地对地弹道导弹的时代。美国也迫切需要研制自己的导弹武器。一九四三年，钱学森设计了美国第一枚分级火箭 Private A。Private A 很成功，但射程太近了，而美国当时关于火箭的技术积累实在是太少了。 想要迅速跨越技术门槛，必须有他山之石来借鉴一下。这就是钱学森不远万里出现在德国的原因。一九四五年春，看着德国即将战败，美国战略情报局和联合情报调查局共同发起“回形针”行动，企图赶在别国之前控制德国的导弹专家。美国陆军航空队科学顾问冯·卡门奉命组建一个由三十六位专家组成的调查团，前往德国。 为了方便行事，调查团成员全部被授予正式军衔。团长冯卡门当上陆军航空队少将，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被授予陆军航空队上校军衔。本来钱学森的目标是佩内明德导弹试验基地，但历史在这里似乎给了一个有意思的巧合：钱学森刚跟着四十四师走到巴伐利亚山区的加米斯小镇，就一头碰上了冯布劳恩的弟弟马格努斯。钱学森从战俘营中救下了马格努斯后， 在马格努斯引导之下，终于在山洞里面见到了冯布劳恩。这是那个时代两个最伟大的火箭大师的会面，以至于这简直不像是一场审问，而是一场技术交流。钱学森的博学多才和对技术的深刻理解，很快折服了冯布劳恩。在钱学森的劝说下，他答应为美国效力。冯布劳恩对投降美国人没什么心理负担，他说：“我知道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模式。” 问题是，现在我们不知道应该把我们的才智贡献给哪个战胜国。我希望地球能避免再进行一场世界大战。我认为，只有在各大国导弹技术均衡的条件下，才能维持未来的和平。冯布劳恩没想到钱学森会成为他这段话的践行者。没有谁能比一个火箭大师更懂得另一位火箭大师的价值，因为苏军已经步步逼近。钱学森赶紧从冯布劳恩的团队中挑选了一百多人，然后在六月十九日。 美军向苏军移交加米斯防区前两天，用车把冯布劳恩和他的团队转移到慕尼黑，再送往美国。然后钱学森继续在德国考察，而在德国布伦瑞克郊外的松林中，钱学森和冯卡门还意外发现德国空军元帅戈林直接领导的气体动力学研究所，并用探雷器探测到埋藏在密林深处的数千份机密文件箱。 现在，美国王牌轰炸机 B 二和 B 二一的非翼式气动布局，就是参考了这里的 HO 二二九轰炸机。除此之外，钱学森还走访了德国境内其他地方的风洞，撰写多份报告，由此对德国导弹研制有了深刻的了解。钱学森还审问了另一位德国导弹大师鲁道夫·赫曼，以及德国力学奠基人普朗特。有意思的是，普朗特是冯·卡门的老师，而冯·卡门是钱学森的老师。 这就相当于钱学森把自己的师祖给审了。总之，钱学森的德国之行收获颇丰。回国后，调查团向总统提交《迈向新高度》的研究报告，报告共九卷，其中五卷都是钱学森写的。这份报告详细阐述了高速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前景，包括脉冲式喷气发动机、冲压式喷气发动机、固态与液态燃料火箭、超音速导弹，乃至把核能作为飞行动力的可能性，都写了。 可以说，这就是向美国政府提出的战略性发展规划和实际可行的技术路线，其价值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美国专栏作家米尔顿·奥维斯特曾这样评论说：“钱上校是使美国成为世界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之一。”当然，钱学森在德国还干了点私活，动用个人关系把冯·布劳恩的表妹玛利亚也从德国接了出来。后来，玛利亚成了冯·布劳恩的妻子。用冯·布劳恩的话来说。 钱上校是我的大恩人，然而还没等冯布劳恩报恩，两人就天各一方了。钱学森都没想到的是，自己为美国做出这么大贡献，换来的不是奖赏，而是猜忌；而冯布劳恩没想到的是，自己为纳粹德国研发的杰作 V 尔导弹，日后会在遥远的东方大国诞生出一个酷似的表弟——东风一号。 当冯布劳恩经历了长达四年的忠诚考察后，正式加入美国宇航局并主持丘比特火箭项目之时，钱学森正在蹲监狱。而原因很简单：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利用反苏反共的旗帜发起了对政府中共产党人的指控和调查，并迅速蔓延到了所有领域。1951年，麦卡锡分子调查了一个名叫西德尼·怀因鲍姆的化学研究员。 此人因曾在一起与共产主义有关的案件中提供过伪证，而正在帕沙迪纳受审。麦卡锡分子要求钱学森揭发怀因包姆，但钱学森拒绝揭发他的朋友，于是钱学森就变成了共产主义分子同情者，被吊销参与机密研究的证件，随后又关了五年。就算出狱后，也没有完全恢复自由，出入都有 FBI 的人监视。钱学森想回国，但遭到美国阻挠。 美国海军部长丹金布尔说：“我宁愿枪毙了他，也不愿意让他走。”钱学森到哪儿都值五个师。现在来看，丹金布尔还是保守了。钱学森本来就是美国航天技术的创始人之一，同时还掌握了纳粹德国最先进的火箭技术机密。说他值五个师，不，五十个师都不止。 面对美国的阻挠，钱学森不得不艰难躲过跟踪，在一张香烟纸上匆匆写下一封求助信，表达了返回祖国的愿望。这封求助信几经波折，终于寄到了周恩来的手中。经过中美反复交涉，以十几个被俘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代价，钱学森终于在一九五五年回到了中国。那一天，海风既起，秋雁齐飞，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已经变得陌生的祖国。回望海的那一边。 NASA 正式成立，他招募的冯布劳恩，他的老师、朋友正在全负荷生产把卫星送上太空的火箭，以及能把核弹头扔向自己祖国的弹道导弹。那些威胁自己祖国的东西和美国曾经的优渥生活一样，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甚至那些被美国扣押的八百公斤书籍资料也没什么可惜的，反正人回来了，一切都有了。钱学森一回国就帮忙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资源有限，那么资源投向就非常关键。一旦投错了方向，就可能事倍功半，无法抢在国际形势恶化之前搞出安身立命的底牌。关于研究方向，当时高层在两个方向上拿不定主意：第一，研发飞机；飞机研发成功了，对空气动力学的了解深刻了，再研发导弹。 第二，全力死磕导弹，先解决战略武器的问题，再说飞机这种战术武器的问题。说实话，这两个方向都有道理，但的确需要一个又有空气动力学背景，又懂导弹系统工程，而且对世界主流技术发展方向有研究的专家来提供决策建议。放眼望去，符合这个条件的，全中国仅钱学森一人。钱学森用半年的时间，跑遍了全国的各大军工院所和工厂。 最终回来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先搞导弹。为什么？因为飞机太复杂了，如果死磕飞机，那么材料加工、设计都是一个个难关，中国在短时间不可能取得突破。而导弹虽然也很复杂，但它是一次性的，很多指标可以不那么高，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容易得多，而且导弹射程远。 中国可能五十年也搞不出能飞到美国投弹的轰炸机，但是如果研发导弹，可能二十年就能搞得定。所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把资源投入到最紧急、性价比最高的项目中去。钱学森的建议得到了国家高层的认可。一九五六年十月八日，在解放军四六六医院的大食堂里，聂荣臻庄严宣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重点研发导弹，钱学森任院长。 这个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也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前身。然而，对于这个研究院绝大多数研究人员来说，研发导弹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无论是弹道导弹的原理，还是设计制造，这些人都一点经验都没有，甚至连弹道导弹内部长啥样子也不知道。怎么办？就算比葫芦画瓢，你起码要先有个葫芦吧。于是。 钱学森陪同聂荣臻访问苏联，与苏联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决定从苏联引进 P 弹道导弹。如果我们看 P 弹道导弹，就会发现它和冯布劳恩的 V2 导弹几乎一模一样。事情还要从钱学森把冯布劳恩的团队带走之后说起了。 相比美国人，苏联人的动作要慢一些。一直到六月一日，苏联专家才飞到诺德豪森市。不过，此时造好的威尔火箭制造装备和发射平台都已经被美国人运走了，生产线也被破坏了，这让苏联人非常沮丧。不过，因为钱学森的权限不够，只带走了一百二十六人，而冯布劳恩的团队有五百多人，所以苏联人经过一番搜寻，还是找到了不少留下来的德国专家。 于是，苏联就地成立了诺德豪斯研究所，在德国招募专家，开始研究德国火箭。因为在研究所里吃喝不愁，所以很多逃散的德国专家又聚拢回来给苏联人打工。这个诺德豪斯研究所的所长就是另一个火箭大师科罗廖夫，日后的第一艘载人飞船、第一个空间站都是他的手笔。 经过克罗廖夫的努力，一九四八年九月，苏联仿制版 V 二导弹终于成功首飞，被命名为 P 一短程弹道导弹。因为加入了一些苏联人的想法，P 一的性能比 V 二还要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射程从两百五十公里增加到两百七十公里。不过，这点射程还是太近了，对幅员辽阔的苏联来说显然是不够的。苏联高层甚至认为它的打击范围还不如轰炸机，所以。 苏联开始把极大的热情投入到 P 二导弹的研发当中，那么已经生产出来的 P 1就很鸡肋了，于是就扔给了中国。苏联人提供给五院的 P 1弹道导弹一共有两枚，其中一发是教学弹，一发是可以发射的实弹。有了这个家伙，五院的研究人员就可以对导弹进行拆装测绘，从而了解导弹的结构、材料等方方面面的信息。最起码总算知道弹道导弹里边长啥样子了。 但是，正当五院技术人员准备仿制 P 时，却被钱学森给否了。钱学森考虑的是，P 的战斗部只有七百八十公斤，只相当于图二中型轰炸机最大载弹量的三分之一。但轰炸机可以重复使用，P 却是一次性的。这么算起来，用 P 一导弹打击目标显得太奢侈了。而且，因为 P 是液体导弹，导弹的部署和维护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资源。 这必然带来巨大的维护成本，结果花了这么多钱，只能在二百七十公里的地方扔一枚大型航弹，显然不划算。所以钱学森主张跳过 P 一，直接仿制苏联的 P 二。P 二是 P 一的放大版，射程设计指标为六百公里，弹头重量也有所增加，达到了一点二吨，可以打击蒋介石的阳明山地下防空抗炸地堡，显然更适合中国。钱学森的建议得到了聂荣臻的支持。 经过谈判，中国成功引进了 P 二导弹的实弹和技术资料。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聂荣臻同陈毅元帅参观 P 二导弹。陈毅元帅看着高高竖起的 P 二导弹说：“过去我们炮击金门，人家说是蚊子叫，听不见。如果我们的导弹上了天，原子弹响了，那就不是蚊子叫，而是老虎叫、狮子吼，人家才买账呢。”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五院成立了一分院和二分院，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仿制工作中。仿制 P 2的项目被称为“幺零五九工程”，是中国发展导弹武器的开端。然而，仿制工程并不顺利。一九六零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政府召回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中断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和合同，中断一切资料和器材设备的供应。 客观上说，苏联撤走专家确实对仿制工作造成一定困难，但同时，苏联专家的撤走也倒逼中国科研人员自己动脑动手创新，让中国导弹的研发伊始就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虽然我们可以用这种解释来宽慰自己，但中国的导弹设计制造仍然面临很多困难。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大规模自然灾害。 五院连基本的伙食都保障不了了，一些科研人员饿得头晕眼花，甚至连导线的颜色都看不清了。为了解决五院的营养问题，中央专门协调海军及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大军区送来猪、鱼、大豆等副食品支援五院。聂帅特批给东风基地的科技干部每人每天二两黄豆，来保证蛋白质和油脂摄入。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三日。 中国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完成仿制三枚 P 二导弹，并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五日进行了试射，成功命中目标。一片喜气洋洋中，大家想到了教员同志说的那句话：“东风压倒西风。”于是就给这枚国产弹道导弹起了一个名字——“东风一号”。但是钱学森仍然不同意“东风一号”列装。 因为此时的国家重点安全方向已经不是台湾了，而是苏联。六百公里的射程不足以对苏联造成威慑，所以钱学森决定要列装，就必须列装射程一千公里以上的中程导弹，为下一步在导弹上搭载核武器打下基础。于是五院又把东风一号放大，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推出了东风二号导弹，这也是中国人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导弹。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东风二号与酒泉基地进行首次飞行试验，但是发射几秒钟后，导弹出现了较大的摆动和滚动，不久发动机起火，二十一秒时导弹失控，六十九秒后导弹毁于发射台前六十八米处，炸出一个大坑。科研人员如遭雷劈，设计师林斤更是悲痛欲绝，他走到弹坑前，双膝跪倒，哭道：“这个坑就是给我准备的，就把我埋进去吧。” 说罢，嚎啕大哭。面对大家低落的情绪，钱学森说：“我在美国，每写一篇重要论文，成稿没几页，可是底稿却装了满满一柜子。科学试验如果次次都能成功，那又何必试验呢？经过挫折和失败，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随后，在天寒地冻的大漠之中，钱学森带领大家花了三天的时间去捡残骸碎片，用最笨的方法。 用如农用工具一样的筛子，从沙子里筛出数万件导弹碎片，然后再拼成一个完整的导弹，试图找到问题原因。经过反复研究查找故障原因，终于逐渐明晰，那就是在新导弹的设计中，只是机械的对原部件进行等比例放大，但并没有吃透和消化进程导弹所采用的每个技术方案。为此。 钱学森主导并建立了超声速风洞、大型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台、全弹试车台等许多试验设施，要求所有疑点都在地面和实验室解决，绝不带着疑点上天。一次失败的发射，换来了一支更加成熟的科研队伍。同时，钱学森大胆改动了东风二号的设计，将仪器舱移到酒精箱与液氧箱之间。 液氧箱改用强度更高的材料，动力装置提高强度和可靠性，射程降为九百六十公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改进后的东风二进行试飞，获得成功。七月至十月又连续进行七次发射试验成功，可靠性解决之后就要提高射程了。十一月十日，五院确定了东风二增程方案，命名为东风二甲，并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试射成功。 东风二甲的诞生是具备战略意义的，因为当时中国刚刚爆炸自己的原子弹，此时的美国和苏联都已经研制出射程在八千公里以上的洲际导弹，这就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导弹可以打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而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却是悬挂在塔架上爆炸的，所以美国嘲笑中国是有弹无枪。东风二甲为中国战略核导弹带来了可能。 但是把原子弹装到弹道导弹上不是那么简单的，原因很简单，弹头是核武器，一旦偏离目标，中途坠毁或者现场爆炸，因为实验都是在中国境内，那就相当于在自己头上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导弹必须保证万无一失。东方二甲到底行不行？所有人心里都没底，包括东方二甲的设计人员。不过钱学森却立下了军令状。 行，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东风二甲导弹携带当量一点二万吨的原子弹弹头，从酒泉发射，击中八百公里以外的罗布泊的目标，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准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至此，中国终于打破了有弹无枪的尴尬。 在世界两弹结合试验的历史上，美国用了十三年，苏联用了六年，而中国只用了两年。同一年，东风二甲战略导弹最终定型，列装部队。周恩来总理将这支部队命名为“第二炮兵”。东风二甲核导弹，其射程可覆盖美国在日韩的全部军事基地和苏联远东地区。 让中国终于实现了对苏联和美国的有限核威慑，为中国在几年后重返联合国赢得了一张入场券。